大家好，我是紫电改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玩《直棒野球魂 A》。那在上集的时候讲过，回学校之后的影片拍摄方式，那就是如果我什么想要先立刻用的话，我会先录影起来，然后像现在可以拍的时候呢，在后置的时候再把片段放上去，不会有人声，不过会有背景音乐，然后可能会加一些字幕来当作辅助，这是我想到的唯一影片制作方式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要来看一下之前录的几个片段哦。之前透过活动奖励以及3月18号送的这个2019年49片的 S 契约书的开箱画面，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吧。也就是这样子，我们抽到这个江一真、星野、坂本勇人和吉田镇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这是频道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，在这个游戏就是我们 S 全 S 阵容，但是不是因为我抽到吉田镇上才变成全 S 阵容的哦，是因为之前在打例行赛 VLOAD 的时候呢，知道在最后的奖励。应该是有机会拿到这个 S 卡的。那在我玩过那么多次之后呢，终于拿到一张 S 卡，而且还是能力值还不错的古拉西亚鲁。这古拉西亚鲁呢，扣手 28， 而且它是天然双 A 同值。而且我发现啊，它的那个级的能力啊，其实跟吉田镇上都差不多哎。那吉田镇上是扣手29，然后。这个阵容的改变呢，其实古拉夏鲁是放在左外野的，那后来抽到吉田镇上，还有坂本勇人，所以吉田镇上呢就移到左外野手去 ，DH 变古拉夏鲁，因为吉田镇上的手背是 C 嘛，然后比古拉夏鲁还要好。那游击的部分呢，就把云田壮给换下来了。DH 的部分本来是想要村上中人继续用的啦，但是因为这个设定的缘故，这是手背的问题，所以。村上中人还是要代打去了，那中田翔就从上面换掉了，所以右外手是杨代刚，大概是一个这么状况。这一次的这个49片的 S 数啊，抽到的都还不错。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活动，这个活动是这个全垒打的活动，算是蛮简单的一个活动啊。只是你说在每一个这个全垒打的时候，都要放一点心在上面。不过应该也蛮简单的，通常应该也是有办法10球都打到全垒打，但有可能就是会挥空啊，或者是界外球这样子。这个活动的最终奖励就是这个 S 数了，然后通过18个那个像关主一样的就可以拿到。要看我现在最强阵容要从这个联盟赛来看，古拉秀是左外野手啊，然后等之后那个吉田镇上跟坂本勇人都练好之后就可以来了，就可以把它换掉。那
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词的部分哦。这次的这个讲词呢，是因为在两天之后呢，就要这个换季了哦，所以在最后面的时候呢，出了这个上次讲到的这个每一弹的 OP 都有出的，1到4弹 OP 加这个外国人 OP。然后这个四九片这边呢，出了这一个，在就是第一弹到第四弹全部登场。而且在抽第一次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个四九片的确定 S 的确定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来抽一次看看吧。我在社团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人是竟然中了十抽中了4张 S 啊！这不只是欧洲贵族啊，这是欧洲的皇室啊！今天我也想成为欧洲贵族啊！我们看一下，在这个讲词里面想抽到的人有谁啊？基本上呢，在第一弹的部分，三雷所剩的宣号吧，然后剩下的就不行。惠泽也可以，因为目前捕手的战力算是里面最弱的。第二弹的部分呢，都没有要的。第三弹的部分呢，山田哲人还不错吧，山本游胜也还不错，其他的也不太行。第四弹的部分呢，暗孝之不错，然后铃木成也好，因为右外野手杨代刚的目前的战力还蛮弱的。以上大概是这样子吧，所以我们就来抽看看吧。看一下到底会抽到谁呢？甲斐，好，可以先接突破。来了吗？是浅村龙斗，浅村龙斗，我们等下来看。终于选好，最后一个近藤健介。哎呀，所以这次是抽到浅村跟近藤两个，然后有一个 A 的甲斐。这个结果呢，这抽到两个 S 都不是刚刚说想要的啊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次的浅村龙斗哦。这次的四九片，它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，就是在于说它的有些人的手背的位置会有点不太一样，像是原本山本游胜是先发嘛，然后变成了这个冬季的部分。浅村龙斗是本来是二雷手嘛，然后他变一雷手，所以他一雷跟二雷都可以守。浅村龙斗他的 coastal 是29，然后788173还不错的数值，然后二雷也可以站一雷，所以又练新的了。然后再来的话，中两张 S 其实还不错啦，但是都不是我想要的就是了。近藤健介的部分哦，健介这张有点耐人寻味啊。他的 middle 虽然是84哦，但是不管是走力还是这个趴五都是60几而已。然后手背在左外野守，不过三垒也可以守。会练啊，这张会练，因为毕竟是四九片的，但是可能不会摆上去。可能不会摆上去吧，情况还要再看看啦。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边的，下一集来做个预告好了。下一集就是我们2020年 S1 的球季开始了，在这一集呢，我要把我所有的契约书全部把它开完，而且大概有将近30张的金色契约书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可以中几张 S， 然后也还有一些这个就是10%或30%的这种 S 契约书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到底可以抽到几张 S 吧，而且是2020年 S1 的。那剩下的这个阵容呢，我之后再来研究一下吧。那最近就赶快先把坂本勇人跟这个吉田镇上把它练上去就是了。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了，
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按赞、订阅并分享出去。另外，也可以追踪 IG。我是任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